是了解今天我会去做一些便利店调酒的调法，伏特加和维他柠檬，那我倒一点点，不需要倒太多了，我可以这么调，甜，好甜，但没有酒的味儿。点个赞。这条视频是老金最新的便利店调酒喝法，在嘴里调。这两个我可以不开，不要浪费。我们有我们新的调法。味汤加上黑糖。哦，这个可以，这相当可以。它的一点点烟熏味儿，匹配里边的甜感，然后它喝起来没那么特别甜。白里甜，跟你说，不要跟牛奶，你要跟冰淇淋。冰淇淋，我要吃冰淇淋，冰淇淋。你是个大胖子，先瘦再说。我。How about fuck you? How about fuck you? How about fuck you, devil? 220斤。我没有220。210斤。216。不是220。啊，好，不是。不是220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错了。锅不行，对，太甜。80年代的时候，这是我妈最喜欢喝的。自由古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汪郎君，直接就喝 Jameson 就 OK 了。从今天的便利店挑吧，如果你喜欢柠檬茶，那你配这两个，如果你就是要一个 Cuba Libre Vibe， 那你可以喝这个，然后如果你只是不要匹配其他东西，那你可以纯饮或者 Whisky 加冰。 Anyway， 如果你们有一些便利店的想法，你们可以评论告诉我们一下，谢谢大家。